好，同学们，咱们中断学这个小课堂呀，继续上课。这两天忙得录了一点考研的习综真题部分，下来跟这个腹部的检查听诊。昨天我看 B 站后台一同学问我什么叫肠鸣音，打开听诊第一页就肠鸣音，干嘛不多多说呀？作为老师的没有恶意，也不是指责啊。实际上按道理说，肠鸣音是个生活常识，你。上午在教室上课到11点多钟，老师快下课了，肚子饿得咕噜咕噜叫，那不就肠鸣音吗？我在想，莫非真的就因为是网络的原居民的问题，就一点儿不再关心生活中的事情了吗？虚拟世界确实是在现代社会很重要，但是你总得关心一点点，就是冬天，你发现你和夏天穿的衣服不一样，对不对？夏天是短袖。不管是 polo 衫带领子还是不带领子，圆领的，你就吊带儿也不是不可以，也行，二五尖儿的。冬天你就会至少换件毛衣吧，就南方你也得穿个薄的一个外套，不是，要不然你冷了呀，就这个意思。所以说想想，医学本身是接地气的，这个地方我正好借他说点事儿。所以如果只是纯粹的纸上谈兵，你当不了医生，对不对？他是这样。有时候说身体又弱又小又瘦，非要搞骨科，你骨科主任把你踹出去，为什么？你回头看看这个方肩畸形、肩关节脱位，你得手拉脚蹬，腰得拧使劲，你还得学点武术，还得。其实回头看传统的骨科医生、正骨医生，谁不会武术呀？点穴、按摩、分筋错骨，叫什么叫面目全非长，还你漂亮全。你没这点东西，你没法做。就那大腿髋关节脱位，你咋能给揪上去？我的妈呀，那得多大劲儿啊！几个大小伙子抱着都搂不动。人家开玩笑说，你能抱得动大腿不？就这个意思。所以实际上医学呀，你需要接地气，得有一点生活的感悟和生活的，明察秋毫、细微的、细腻的、用心的关心、观察事物的能力、洞察力。这样才能慢慢最后培养一个非常高明的临床思维的能力。就是实际上，我一眼扫过去，就能知道这病人是个什么问题，基本上就能判得非常准确。临床思维是慢慢建立的。不管它了，接着往下读啊。腹部听诊的时候，讲听诊器的模型体件置于腹壁上，全面听诊各区，尤其是注意上腹部、中腹部、腹部两侧和肝脾各区。所以前面咱们腹部检查专门做了一个分区的问题，你是4度分法还是9度分法？分开之后，每一个区域里边是哪几个重要的器官、脏器存在？这样的话，哪个地方出现问题，或脑子后往哪想？所以它是一个部位的问题，骨性标志呀、体表的标志、这样一些标志。听的内容主要包括肠鸣音、血管杂音、摩擦音和搔刮的实验等等。显然，你在腹部的听诊这一块，它的重要性，它的位置就没有心脏和肺脏听诊那么重要，但是腹部的触诊就更重要。说胸部我为啥不触诊？肋骨挡给你触不着，这个意思。妊娠5个月以上的妇女还可以在脐下听到胎心音，每分钟130到160，差不多140次左右。就一直讲这个钟摆率，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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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个样子，不像咱们疼大，疼大，疼大是这样。第一、第二心，它那是哒哒哒哒哒哒，轻重一致。步调一致，节奏，而且是母亲稍微一咳嗽一激动，孩子就哒哒哒哒哒就快了，然后你放松下来，哒哒哒哒又慢了，这个样子胎心音，就是这样。一开始有时候想一想，我还专门在后台发出一两个问题，其实是想抛砖引玉吧，看看同学们对于教学啊，对于老师他的一个要求和评价什么样子。有时候也是希望大家在展开一场讨论，就是课堂上我们怎么样学习，这里边你发现实际上好多东西。得细细品，说老师，我得懂一点东西再听你的课。你都懂了，你听我课干嘛？设想一下，腹部检查先往下走了。你比如说胆囊在右上腹，我背了一个词儿，莫非是这个阳性？你叫细听症，就是不懂，一听就懂了，不是？你都懂了，你来听这干嘛？你是来做鉴赏的吗？人就是从不会到突然会的，转移性预下腹痛。所以讲到阑尾炎，咱们就要讲转或者不转，痛就在那里。你不管你感觉到上腹部疼痛，还是恶心腹胀，是吧？呕吐，甚至腹泻，上腹部剑突下胃区或者脐周。但是我给病人触诊时候，在摸在脉时的能压到压痛，阑尾炎就存在了。
是你不能根据他转不转移来判断是不是阑尾炎，那他脉是得胃压痛来判断。当然现在咱们有超声，我要高度怀疑病人阑尾炎的话，超一下就准确了，不是？阑尾炎是可以通过超声来确诊，就像胆道的结石、胆囊炎，超声去确诊 ，CT 反而不行 ，CT 看不着。所以讲到外科就讲一句话说，胆是无钙，尿是有钙。说你讲这句话干嘛，老师？因为绝大多数胆道结石是不含钙的，所以这样的话，你 CT 包括 X 线没有钙的话，它不成像，你看不见，反而整个胆道检查首选或者最终选择都是超声，除非胆道太小我看不见，没办法，这样我做胆道造影 ERCP， 这个时候我再用 CT 手段，我看不见胆石，但是能看见胆管，石头堵的管道就给憋得粗了，阻塞，所以我要看的是肝内胆管束，是这样去往下思考的。这个地方你贼串行，你就没法建立这种联系。先不管它了。接着往下读啊，肠鸣，这就是你感兴趣的肠鸣。肠蠕动的时候，肠管里的气体和液体随之流动，产生一种断断续的咕噜咕噜噜噜那种气管水声，就叫肠鸣音。对了，就是你拿一个吸管，找一杯水，咕噜咕噜冲一下，你就明白了，不是？这个吸管有粗有细，所以你在学心衰那个地方，心脏和肺脏检查，你还听到一个词儿叫大中小水泡音。大中小水泡音，其实意思一样，那个是气体从气道内部穿过的时候，肺泡或者小气道内部有渗出气管水声，这个地方是气体从肠管粗一点，声音不一样，咕噜咕噜咕噜，说咕噜咕噜，肚子饿了呗，说哥们你是不是早上没吃东西、啊、这意思。通常以右下腹作为肠鸣的听诊点，这个地方比较清晰，正常情况下肠鸣大概每分钟4到5次，所以包括咱们生理学上讲脉搏呀，基本电解率呀，对吧，你还记得不同的消化道部位它的脉搏的发生频率不一样，而且生理学上强调脉搏频率高的地方对脉搏频率低的地方能产生一个所谓的控制作用，就像窦房结对心脏的潜在起搏点有抢先占领和超速驱动压抑这样一种机制。那么频率声响和音调变异较大，餐后频繁而明显，它往下推呗，食物要蠕动它要消化吸收，不是？休息的时候稀疏而微弱，只有靠医生经验来判断是否正常。肠蠕动增强的时候，肠鸣音可以多达每分钟10次以上，但音调不特别高亢，我们称之为肠鸣音活跃。活跃不是高亢，它只是次数多，对的，它音这个音响音调的响度，音调并不一定特别高亢。你比如说急性胃肠炎，胃肠炎了以后，肠道内部有细菌的一些毒素呀，这样一些渗出液的刺激。包括腹泻药后，那老百姓们讲叫巴豆，吃2两巴豆把人给活活拉死，或胃肠道大出血，所以大出血这是个问题，注意一下。腹腔里边出血，你注意两个，一个是胃肠道内部，你比如说溃疡穿孔，把血流到肠管，后面实验室检查能学到黑粪、黑便，就白油样便。肠管内部出血时候，肠鸣音亢进；如果是肝脾破裂外伤，肝脏给撞破了，血流到腹膜腔去了。腹腔出血的时候，肠鸣是减弱或者消失的。这听一句话，都是个出血，差别怎么那么大呢？一阴一阳，它然不一样。如果次数多，且肠鸣响亮高亢，当啷当啷的，金属音，我们叫金属音，气管水声，称为肠鸣亢进。亢进显然跟活跃不一样。鉴于机械性的肠梗阻，肠管里边有个东西给堵住了，一个蛔虫团呀，一团蛔虫。一个大的胆道结石，这结石怎么能掉到肠管去？有胆十二指肠漏，这就更麻烦了。外科学咱们再说。此类病人肠腔扩大，机器增多，肠壁胀大变薄，且极度紧张，肠子绷得很紧，肠管壁与亢进的肠鸣产生共鸣，因而在腹部可以听到高亢的金属音调，就像你拿一个牛皮蒙的一个木桶上，拿手一拍，当当当当当，那个非洲鼓、手鼓，那个声音。所以世界上这里边，你发现它怎么样来这个金属音的，肠管壁的绷紧、极度紧张，再加上肠蠕动，它才能出来金属音。因此说，活跃可不是亢进，它不一样。如果肠梗阻持续存在，肠壁的肌肉劳损，肠壁蠕动就减弱，肠管壁里边是走行的动脉、静脉、淋巴管之类的，
所以你肠管壁本的那么紧，你时间久了把里边血管拉的就给压迫或者是挤压或者是绷紧牵张，就拉的血管不通了，慢慢失去肠管壁本身营养，就出现障碍，所以最终结果是可以发生肠管坏死、肠管穿孔，这是要致死的，所以肠梗阻一定要处理。一旦因为肠梗阻造成肠管壁的血供出现障碍，我们就不再叫普通肠梗阻。所以一直讲课时你体会，肠梗阻只有两种，单纯的和较窄的，也叫较窄的。肠管壁缺血坏死，这是要死人的。那么到这个时候，肠鸣已经减弱了，或数分钟才听到一次，称为肠鸣减弱。所以肠鸣亢进、肠鸣活跃、肠鸣减弱。当然，这肠鸣减弱也可以鉴于老年性的便秘呀、腹膜炎、电解质紊乱。是啊，腹膜炎刚才讲了一个腹腔内部腹膜腔的出血，也都是这些情况。肠鸣减弱，电解质紊乱，低钾血症，低钾之后造成细胞膜兴奋剂降低，收缩不起来。这在生理学上专门学低钾的时候，造成细胞膜超级化。那么膜距离阈点位，细胞膜的变位距离阈点位差距更大，兴奋剂降低。所以实际上在外科学上，咱们一直我讲课喜欢说句话，说我敢不敢说所有外科病人都是麻痹肠梗阻？其实是敢的。微手术期加上进食，加上这个麻醉等等，补液其实有时候你不管怎么补，外科病人都是特别容易出现低钾血症。你要说100%低钾血症话有点夸大，但实际上你要这样背一下，就对你将来做外科医生呀产生一个高度警觉，随时观察患者在术前、术中、术后有没有特别是术后出现低钾血症、肠鸣减弱或者消失。实际上低钾血症引发的就是胃肠动力低下，麻痹性肠梗阻。所以说体会一句话，肠鸣过强或过弱都是肠梗阻。如果持续停诊2分钟以上未听到肠鸣，用手指轻扣或搔弹皮肤，挠一挠，弹一弹。你知道咱们一直在反复讲说，胃肠道平滑肌对于电刺激不敏感，对机械牵拉、对温度、对酸碱刺激反而敏感，甚至像这样讲，所以是让你刺激刺激腹壁，它就应该肠子咕噜响一声，连这也没有，所以就要注意大问题了。我们称之为肠鸣消失，2分钟以上听不到，刺激一下也听不到，介于急性的腹膜炎或麻痹性的肠梗阻。这位同学关心这个肠鸣，今天把它就上传了，好好听一下肠鸣什么东西。对了，那么接着往下看，听着的第二块，血管杂音。腹部血管杂音对于诊断某些疾病有一定的作用，因此听诊中不应该忽视。血管杂音有动脉性和静脉性杂音。动脉静脉杂音是啥？咱们在胸部检查，在颈部甲状腺这一块，你的静脉的隐隐声，前面咱们也谈到过。动脉性杂音常在腹中部和腹部的两侧。腹中部的收缩性杂音呢，就喷射音，常提示腹主动脉瘤或腹主动脉狭窄，这样局部的管壁管腔狭窄以后，血液穿过一个狭小地方产生漩涡、涡流、湍流，这样它产生一个。实际上这个东西和什么？和咱们有袖带式的血压计去量血压，人为的把血管压扁，然后慢慢放气，能听到声音一个意思。动脉上面不应该听到，听到声音的话就是有问题。前者可以触摸到该部搏动的肿块，后者则搏动减弱。下肢血压低于上肢，所以说这腹主动脉瘤呀，这几年临床上伴随着 CTA， 就是动脉的 CT 放发造影，咱们对于这样一个多发大动脉炎呀、动脉瘤的检出率比原来大大提高了。因此这样的话说，什么线索提示我病人可能这个动脉里边长瘤子了、夹层了？一个是左右两侧上肢的血压反差太大，你打比方说左胳膊180到130，右胳膊90到60，反差太大，左右两侧上肢差别太大。一个是上下肢之间腹部动脉这儿长了个瘤子，在腹部这儿疼的腹部动脉，那么上肢有血压，下肢没血压。没有在临床实践上待过，咱们不知道腹部动脉是很粗的一根血管，你知道实际上学生在分享给我 CTA 的片子的时候，你能看腹部动脉能细到细如发丝，比头发粗不了多少，人居然能走着来医院检查，你敢信不？所以等将来咱们到临床以后才发现，临床的好多现象呀，超乎咱们的想象。一定要从实践出发，为什么共产党一直讲究实事求是，实践出真知，
医学它不是做了假说凭空想象出来的，它需要反复的临床的观察、临床的实践，才得出一些结论。那么这个地方讲这个腹股动脉瘤的时候，上下肢之间，下肢血压低于上肢，严重者触摸不到足背动脉搏动，整个血液通不下去。如果收缩期的血管杂音在左右上腹，则提示上动脉狭窄，可以见于年轻的高血压病人。如果该杂音在下腹的两侧，则考虑髂动脉狭窄。当左叶肝癌压迫肝动脉或腹股动脉的时候，也可以在肿块部位听到吹风呀杂音，或在肿瘤部位比较表浅的一个肿瘤听到轻微的连续性杂音。因为这个 B 站对于图要求比较高，所以吓得我不敢打开图。大概这个图我翻开一半给你看，下面不也再往外放了？你差不太多，你发现上动脉啊，在这个上腹部腹直肌的外侧缘这个地方，腹直肌外侧缘这儿，腹股动脉就是在接头下这个位置，上腹部、下腹部的话，髂动脉。我都就先不把它翻出来了。对了，这是这一小块。A few moments later，静脉性杂音啊，为连续性的颤颤音，小河流水，小河流水哗哗响，这个应该说这个泉水颤颤，就声音很轻柔。无收缩期和它的性质这种改变这种变化，常出现在脐周或上腹部，尤其是腹壁静脉曲张严重处，此应提示门静脉高压、肠胃肝硬化引起这侧着循环建立，也称为什么克里维也、鲍姆加滕，这单词读起来非常费劲，syndrome 这么一个综合征，就像我们前面讲那个水母头、海蛇头，这个地方是能听到这个静脉流出这个小声音，如果人们叫嘤嘤声，和它是嚓嚓嚓嚓嚓，它稍微血管粗一点，表浅一点，这么一个惨惨，第三块是听到的腹部听到的摩擦音，在脾梗死导致脾周围炎、肝周围炎或胆囊炎累积到局部腹膜情况下，可与深呼吸时候与各相应部位听到摩擦音，它这是腹膜、脏腑和壁层之间相互摩擦，就和胸膜摩擦音、心包摩擦音意思一样。腹膜纤维渗出性炎症的时候，也可以在腹壁听到摩擦音。但这个东西你听过就好了，没有人会因为在腹部听到一个摩擦音来判断这里边有没有局限性或一个弥漫性腹也没有。这个声音在不在？在。咱们既然讲诊断学，就说这么一个临床情况能表现出哪些东西来，诊断学上我给你都写出来，都写出来的未必让你都用到。但是你有一天在工作中发现，哎，说同学你过来，你带教学生，你看这就是个摩擦音啊，就很有意思了。对了，就有同学急，他说：“你想，这就不能每句话都背下来。没有人要求你每句话都背下来，为啥说敲黑板画重点儿？”对了，接着往下看，第四个听过就好了。搔刮实验，搔刮实验 （scratch test） 用于肝下缘触诊不理想的时候，以协助测定肝脏下缘。病人取仰卧位，患者取仰卧位，医生左手持听诊器的模件，这个体件。置于右侧肝缘、右肋缘肝脏表面上，然后右手食指呀，在上腹部沿着听诊器模件半圆形等距离搔刮腹壁。当其未达到肝缘的时候，只能听到遥远而轻微的声音；搔刮到肝脏表面的时候，声音明显增强而进耳。你碰的时候触碰到呀，它这个肝脏、它食指脏器容易传导，就像咱们前面讲的肺脏是一样的，支气管呼吸音。大一些肺叶肺实变的时候，就把颈部纵隔的大气流的声音直接传到肺脏的远端去了。你还记得那个词叫管状呼吸、支气管呼吸，就是你实质的器官传导效果好，肺实变就与传增强，支气管呼吸就这个道理。它一样的，此法常用于腹壁较厚或不能满意的配合触诊的患者，有时用于鉴别右上腹的肿物是否为重大的肝脏，那时候摸着地方有个东西是肝脏，我摸一下。当然是这个方法你不用也没事，不用你直接超声超一下就完了呗。但是有时候临床医生就是这样，我先大概在给病人检查的时候判断一下这个过程。第二个，实际上你伴随着给病人做体格检查呀，你和病人一边聊天一边检查一边沟通，能极大的加强或者加深医患的这种关系。所以很多时候有很多很多的医患纠纷，你要说这个社会人比较矫情，患者或者家属进来以后问诊过程中拿手机给你拍视频等等，
这个有没有这个确确实实这种人也不少见。坐公交车老人是吧，现在公交车跑得慢，就举起拿筐子来砸人家公交司机，这是一种犯罪刑事案。医生在医院里边也是一样，但是有时候也有一些是咱们的工作，当然咱们工作本身太繁忙，忙到有时候你没有办法有足够的时间和病人或者家属静下来去沟通。所以这样的，我们正好今天上午来三个新病人，我借着给病人提个检查，问问，哎，怎么样，家属？来的时候怎么来的？我说好走不堵车不？你这很简单一两句寒暄，就把这个医患的关系给极大拉伸了。那、啊、主任，这玩意儿一筐苹果，您给拿回去吃。我们不能行，我说，哎，吃苹果不吃？我给你洗一个，你等我一下，我给你削了皮儿了啊，你先吃一口，吃一口再查，咱不着急。说那边还有病人，不管他，你先在这儿吃完，吃完再去。都是这样的，你哪见不见的就跟病人家属那种。所以说，这个21世纪，作为老师，我也在想，因为大家都有手机、有网络啊，忙着刷微博、刷 B 站、哔哩哔哩什么听课骂人等等，最后就没有耐心，或者也缺乏一种手段，在生活中和人交流。医生这个行业，它是最深入人心的一种生活点点滴滴的一个职业。这个职业你冷冰冰的，叫什么？多大了？男的女的？啊？好大车不？原来得过没？原来得过性病没有？你这个也有史，你给我讲讲。嫖过娼没有？你这，你这病人可不给你翻脸，可不是？你当人家是云底爷啊？你这意思？嗯，不管他呢，听着就讲那么多啊！你不能怪我废话，你品这个意思，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医患纠纷？嗯，接着咱们往下看，腹部检查的第四块，就是叩诊。叩诊实际上在腹部还是非常重要的。尽管触诊最重要，但是叩诊是很重要的。腹部叩诊的主要作用在于叩止某些脏器的大小和叩痛。所以我们讲的肺心病的内科学讲一句话，肝脏大不大不是毛病，肝脏痛不痛才是问题。因为病人肝源预测了一下，能触及，能叩到，能摸到，说病人肝大未必。所以我们也强调说，肺心病病人代偿和试胆囊肌的时候，肝脏都能摸到，摸到的未必大。为什么？因为肺心病人来自于 COPD 的时候，桶状胸膈肌下移，他的肝脏不大，是被膈肌推下来，上下缘都下移的。肝脏如果真大的话，你想肝脏如果淤血肿大，肝淤血是吧，甚至淋巴干，这样的话淤血肝脏对于肝脏的背膜，就是脏层的腹膜，产生一个明显的牵拉或者是挤压作用，那人会出现肝区的胀痛，或者我拿手触摸到病人肝脏表面，病人会疼。因此我们讲句话说，触诊阳性不是问题，触痛阳性才是麻烦。学医学课程，我们对于每一个词的把握，像刚才看肠鸣活跃、肠鸣亢进、肠鸣消失、高音调金属音、气过水声，怎么就会金属音？肠管壁绷得太紧，把管子给憋得都快憋破，就想把气球吹到极致，再吹半口气，气球啪就爆了，类似于那样的。才会出现金属音调，这就全部就稀奇的全部理顺了。它怎么来的？对了，来龙去脉，我们抱着这种态度学下去才有点意思。所以叩诊本身能叩到某些脏器的大小和叩痛，然后胃肠道充气情况，腹腔内部有没有积气，有没有积液和肿块等等。直接叩诊和间接叩诊法均可用于腹部，拿手直接拍一拍，或者拿手电着都可以拍一拍。因为其较为准确可靠，对了，但一般多采用这个间接的，比较准确。那手一个手臂垫着，扣一扣这样的。第一块腹部的叩诊音，正常情况下腹部叩诊大部分区域都有骨音，胃肠道充气的，只有肝脾所在部位、增大的膀胱和子宫占据的部位，以及两侧腹部的近腰肌处叩诊为浊音。当肝脾或其他脏器极端肿大的时候，腹腔内部的肿瘤，或者是大量的腹腔积液的时候，骨音反应它就缩小，病变部位可以出现浊音或甚至实音。当胃肠高度胀气或者胃肠穿孔至气腹时，则骨音的反应明显增大，或出现于不应该有骨音的，比如肝浊音界区，一口全是骨音。所以我们现在给一个说法说，肝脏叩诊不理想，为啥不理想？被气给挡住了。对了，上消化道穿孔的时候容易漏气，讲课说上消化道穿孔漏气，下消化道穿孔漏液，以缺失韧带、干涉韧带为界，这样区分的。所以上消化道穿孔的时候拍胸片，给他拍个腹部的平片，这是一看
有右侧膈下的心理性游离气体。病人如果体格检查是正常躺躺着的话，气飘在肝脏表面，肝脏上飘一层气，我一口扣的不是肝是气，所以肝脏扣诊不理想，就这个意思。扣诊可以从左下腹开始，逆时针方向至右下腹转一圈，再至脐部转过来，借此可以获得腹部扣诊应的总体的影响，大概些总体上查一下哪个地方有触痛了呀，是吧，有扣痛了呀，返回来再局部具体检查。扣诊接着往下看几个具体的扣诊内容啊。第一个是肝脏及胆囊的扣诊，用扣诊法确定肝脏上界的时候，一般都沿着右侧的锁中线、腋中线和有肩胛线三个位置，锁中、腋中、肩胛，由肺区向下扣向腹部，扣止用力要适当，勿过轻或过重，肝脏受扣的力量太大，但这手指吧还不至于，你拿手砸它受不了，它疼。当由轻音转为浊音的时候，即为肝上界，此处相当于被肺遮盖的肝顶部，所以称之为肝脏的相对浊音界。就像咱们说的心脏的扣诊也是相对浊音界、绝对浊音界。相对浊音界就是充气的肺叶在心包前方遮了一部分心脏，所以有肺有心的部分是相对浊音界。哎，肺脏扣不这个遮盖不到的地方，心脏裸露在胸骨后后门、胸骨后壁这个地方，你扣的绝对浊音界了，就不一样。对了，肝脏一样，相对浊音界。再向下扣一两个肋间，则浊音变为实音，此处肝脏不再被肺所遮盖，而直接贴近胸壁，就成为肝脏的绝对浊音界，也叫做肺的下界。所以相对浊音界出现的时候肝脏的上界，绝对浊音界出现的时候是肺的下界，一个是肝上界，一个是什么，肺下界。你注意确定肝脏下界时，最好由腹部的骨阴区沿着右侧锁中线或正中线向上扣，由骨阴转为浊阴区即是。这个交界处从下往上走，上界从上往下走，下界从下往上走，这样走容易扣到。因为肝脏下界与胃、结肠等重叠，很难扣准，故多用触诊或搔刮实验听证法确定。轻轻一碰旁边上，声音到这个地方明显就变了。一般扣得的肝下界比触得的肝下界、肝下缘要高一两个厘米，所以说在一开始的地方充气太多，试到肝脏下界你扣不到，肝脏在这儿你扣不到，气太多挡着，你再往上再从这儿扣到十二肝脏下界，再往底下一点，它是这个意思。但若肝缘明显增厚，这两项结果就比较接近了。在确定肝的上下界时要注意体型，匀称体型者，正常肝脏在右侧锁中线上，在这个地方右侧锁中线上，不是上下的上，在这条线上，其上界在第五肋间，下界位于右际肋下缘，所以这里边为什么话肝脏上界在锁中线的定的这么准？咱还记得在胸部检查时候有一个问题叫胸腔积液，胸腔积液我见那个他穿刺抽液的。怎么穿？所以叫腋前、腋中和腋后，五六七肋间，因为位置再高的话，穿不住液体；再低，可能容易不小心误穿到腹腔这边，把肝脏给损伤了。这和肝脏的上界是有关的。下界位于右际肋，这个下缘就是正好在肋骨这摸不到，两指之间的距离为肝的上下径，约为九到十一个厘米，在右侧腋中线者。其上界为第七肋间，下界相当于第十肋骨水平。肩胛线上，上界为第十肋间。矮胖体型的上下界均可以高一个肋间，瘦长体型的低一个。所以这个位置咱们不一定能背那么准，所以这地方你背肝脏的上界背不住，你直接背胸腔穿刺抽液的那个位置，腋前、腋中和腋后五六七肋间。反而比这个好背一点，这当然能背下来最好，没背下来你先放着不管它，你至少得知道肝脏的上界我是如何确定的，肝脏的下界、肺脏下界如何确定，肝脏下界如何确定，有这么个印象。肝浊音界扩大介于肝癌啊、肝脓肿、病毒性肝炎、肝淤血、多囊肝等等，浊音界下缩小多介于急性重型的病毒性肝炎，直接就肝脏坏死缩小或者肝硬化。因此咱们这讲一个词儿，病理学上就学了，说肝脏和肾脏一样，肝脏它和肾脏一样，病得越久病得越重，
它就越小而且越硬。有固锁颗粒固锁生的概念，就应该有固锁杆的概念。所以下面会专门触诊会讲肝脏的硬度，嘴唇、鼻尖、额头。肝脏病得越重，肝脏越小而且越硬。中医界揭晓一个就是本身你重症的病毒性肝炎、肝坏死、爆发性肝坏死或者肝硬化、固锁杆或者是胃肠胀气，包括咱们刚才还专门讲过，比如说肝中硬结消失、胃肠道穿孔、气给挡住了，消失着带着一股硬，多为肝脏表面富有气体，一般就是急性胃肠穿孔一个重要的症象。所以上消化道穿孔的时候，拍片子腹部平片能看到右侧这个膈下心源性游离气体，如果叩诊能叩到肝浊凝结消失。浊凝结消失的时候不这样写，他说肝脏叩诊不理想，就意思就一样，消失了叩不着了。但也可以介于腹部大手术后数日内，包括肩胃的结肠，就结肠位于肝脏与横膈之间，或者全内脏转位，这地方正好气体就是结肠在肝脏这个位置上，你扣到的实际上不是肝，是什么呀？是结肠，就这个意思。肝浊凝结向上移位多介于右肺的纤维化、右下肺不张、气腹骨肠等等。这个气腹骨肠是把肝脏给推上去了。纤维化或者是右下肺不张的时候，是肺脏因为不张，它往回缩，它切了这膈肌，把肝脏提起来，是这个意思。肝浊凝结向下移位介于肺气中右侧张力性气胸，把它活活憋下去的。膈下脓肿，膈下有脓肿的时候这全是脓液，所以与肝下移和横膈抬高，肝浊凝区也可以扩大，但肝脏本身并不大。所以刚才讲句话说，肝大不大不是毛病，疼不疼才是问题。有时候你摸到或者扣到肝脏大，未必，你可能扣的是其他东西。你比如说扣了一个什么呀，膈下脓肿。你肺心病人，我摸到肝脏了，以为是肝脏大了，其实不是，是膈肌把肝脏推下来。中医上讲究蒸寒假热，蒸热假寒，寒热往来。所以学完医学以后，你才会认真思考一句话：你确定你看见的就是真的吗？尤其现在这个媒体时代，网上老说在网上读了个新闻，我要说新闻，人家只是给你去看，人家想让你看见，我翻墙的老师。人家给你挖了个坑叫翻墙，眼见都不一定为实，何况是一个网络的媒体信息啊。所以21世纪对年轻人来说比我们这代人压力大。我们这代人那个时候社会很清贫，很简单，节奏很慢，现在一日千里的信息量有这么大，我们原来想接受信息也没地方，你就读个人民日报呀，是吧，读个什么红小兵小杂志呀，听个什么小喇叭开始广播了。你现在一打开，你愿意听美国或者英国某个地方台的电视节目都是非常方便的。那么这些信息你如何去处理？愿不愿意，你也是信息的垃圾堆，不是吗？为什么这么强调你听到的什么只是 information， 是信息，你如何管理这套信息才叫做 knowledge，叫知识。我们是来学知识的，不是来学信息的。我们要做自己的信息的管理者，而不是库管员。你慢慢品，这个意思。肝区的叩痛对于诊断病毒性肝炎、肝脓肿和肝癌都有一定意义。轻轻一叩它疼。胆囊位于深部，且被肝脏覆盖遮盖，临床上不能用叩诊检查其大小，故仅能检查胆囊区有没有叩击痛。胆囊区叩痛的为胆囊炎的重要体征，实际上你不用叩它，莫非是阳性，下面的触诊就要专门讲，轻轻一碰它，说我他不让你碰它，它有防卫反射，这是肝脏和胆囊的叩诊。再下来一块是胃泡果蝇区以及脾脏的叩诊。胃泡的果蝇区实际上就是这胃底这个地方，咱们讲生理学说，按照胃的物理消化、胃的运动形式，我们把胃分两块，头区和尾区，胃底和胃体的上半部分。头区的胃壁比较薄，长那么薄我咋收缩？老师就没打算让你收缩。头区是拿来舒张的，那个词儿你还记得，容受性舒张。尾区才是拿来收缩的，所以胃的蠕动呀是从胃体下半部分开始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是这样的。这样的话生理情况下
胃底这个地方就是空的，就是胃泡的果阴区，这位于左前胸下部肋缘以上，约呈现半月形，胃底为胃底穹隆的寒气而形成，上界为横膈肌肺的下缘，下界为肋宫，左界为脾脏，右界是肝脏的左缘，左叶这个地方肝左缘。正常情况下胃泡果阴区应该存在，除非是在饱餐，饱餐以后你把胃底吃满的机会也不高。大小则受胃内寒气量的多少和周围器官组织病变的影响。有调查，正常成年人就这个 turbo 区肠径中位数大约 9.5 个厘米，这是正常分布在 5.0 到 13.0 个厘米，宽径 6.0， 大概3:2这个样子，可以作为参考这么一个果阴区。此区明显缩小或消失，可见于中重度脾大，脾大把它给挡住了，或者左侧胸腔积液、心包积液、肝左叶肿大。但是肝左叶肿大一般不会使得果阴区完全消失，也可以见于急性的胃扩张或溺水，胃里边灌的全是水，灌满了。对，当脾脏触诊不满意，或者左肋下触到一个很小的脾芽的时候，应该用脾脏叩诊进一步检查脾脏大小。脾脏本身意义很大，特别是在血液内科，整个咱们说血液内科两组病，切脾管用的和切脾不管用的，就两组病。脾脏浊阴区的叩诊以采用轻叩法，在左腋中线上进行，腋中线正常是在左腋中线9到11肋间之间可以叩到脾脏浊阴区，其长度大概4到7个厘米，前方不超过腋前线，就在腋窝底下里边藏着。脾脏浊阴区扩大介于各种原因的脾大，比如说肝硬化、动脉高压、脾大、血液充病等等。脾脏浊阴区缩小介于左侧气胸、胃扩张、肠胀气。你发现吗？脾脏大是脾脏的事，脾脏小唯独和脾脏无关，脾脏这个地方理解就好了。不像肝脏，它大小都是有意义的，脾脏大有意义，小往往跟脾脏没关系。这是第三小块，胃的果阴区，就胃泡。第四块对咱们医学来说就非常重要了，就是移动性浊阴。知道咱们在说什么呀？在说腹腔积液、腹水。腹腔内部有较多的液体存留的时候，因为重力作用，液体多储留于腹腔的逼处，故在此处叩诊为浊阴。检查时先让病人仰卧，腹中部由于寒气的畅活在液面浮起，里边全是水，所以叩诊是五阴。两侧腹部与腹腔积液水重往下流，流到两边去了，就是浊阴。医生自腹中起水平面开始向别人左侧叩诊，发现浊阴时，扳指就是咱们这个左手中指里边压着叩它，它就固定不动。然后嘱咐患者右侧卧，应该是左侧卧位的，左侧仰卧位扣住以后，然后再扣，如果呈现果阴，表明浊阴是移动的。意思听懂了？先让别人仰卧位的时候，我扣，扣到从这个脐的水平呀，往左边扣扣扣扣，到这儿有浊阴，昨天告诉你咱手搁这不要动，来你翻一下身，他往右边，右边再一扣变成果阴了，水往下流就流到右侧腹部去了。刚才这样压住的时候能压住水，他这样一侧水往下灌，手指底下就是空的，这就说明移动了。然后再同样往右侧扣，有没有了以后往这边把水往下倒一倒，扣得浊阴后嘱患者左侧卧位，以核实浊阴是否移动。这种因为体位不同而出现浊阴区变动的现象称为移动性浊阴，就像咱们说心包积液一样，心包积液，心包里边有水，别人站起来拍了个片子，别动啊，站好，我那时候按一下电钮，他这个拍片子这个胸拍这个机器就病人就躺下再一拍，心底部心包浊阴结增宽，心包形状改变，这个意思一样，让水在肚子里边来回倒来倒去的，这是发现有无腹腔积液的重要检查手段。当腹腔内部游离的腹腔积液达到1000毫升以上时，就可以查到饮了那得多少水呀、咳得有多少水。所以咱们学习胸穿也好，腹穿也好，所以一般放水的时候第一次不超过700，以后每次不超过1000，你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放一回水，一回就放了1000，你想它有多少水，水还是很多的。移动性浊阴。Tomorrow， 接着上面往下看，如果是腹腔积液量少，用以上的方法不能查出，让病人变换体位去检查看看这个
浊音，哎，我平躺着扣到位置以后，它错位的时候位置浊音界会不会动，一动说明水流走了，一动性浊音。如果量少查不到呀，如果病情许可，也可以让别人去这个肘膝位，肘关节和膝关节着床，然后趴在床上，身体这样鼓起来，使得脐部处于最低的位置，这样肚脐这地方位置最低呗。由侧腹部向脐部扣着，医生往上这样扣，往上扣，哎，噔噔噔噔，这个响声由骨音转为浊音，则体是有120毫升以上的腹腔积液可能，所谓的水坑症，肚脐放的最低，水都流到肚脐眼这个地方。人工举了一个 water pole， 水泡子，是东北人喜欢叫水泡子，水坑症 ，puddle， 散这样一个东西，也可以让别人站立。如果下腹部积有液体而呈现浊音，病人站起来，水往低处流，就这个意思。液体的上界呈现一个水平线，就像这个拍胸片看到气液瓶一样。那么在此水平线上为浮动的长曲，扣诊应该是骨音的，哎，看看水有多少。所以实际上有些时候你要说考的严格的话，他会考的你说有多少水能出现水坑症阳性，这个一般考试没有解考过这么细，这就很细腻了。大多数一动性浊音阳性的话在1000毫升以上，这样是能看到能查到一动性浊音的。接着往下看，下列情况容易误诊为腹腔积液，应该注意鉴别。就第一个，肠梗阻的时候，肠管内部呀有大量液体储留，可以因为病人体位的变动出现一动性浊音，但常常伴有肠梗阻的症象。这个水不在腹膜腔，在哪？在肠管内部。所以说到这块，你发现咱们刚才讲了一个出血，可以是肠管内部有血，消化道内部有血，你比如说溃疡穿孔，溃疡不是穿孔，溃疡破裂出血，溃疡面出血。一种是腹膜腔实质脏器破裂，腹腔出血。腹腔出血肠鸣就减弱或消失，肠管内部消化道内部出血就肠鸣亢进。我们这样做很细腻的区分，不是说出血就肠鸣怎么样，血往哪个地方出。所以为什么说给同学们听一下，整个医学学习啊，要点不在主语，在定语，开个玩笑，你说的出血是从哪个出血，就这个意思。对了，第二个就是非常著名啊，巨大的卵巢囊肿，这是咱们学中专学一个，这地方得敲黑板划重点的。那么巨大卵巢囊肿的时候，也可以出现腹部大面积的浊音，但浊音界为非移动性的，它是个实质的一个结构。鉴别点如下：第一个，卵巢囊肿所致的浊音与仰卧时长，这个仰卧时的时候，肚皮朝上，肠在腹中部。囊肿然后呢在中间鼓着，那么骨音区在腹部的两侧，而这个实际上这是囊肿把肠管挤两头去了。第二个是实际上咱们说腹水的时候呀，它水和它这个位置浊音界在两头，这个是浊音界在中间，它不一样，下面有示意图啊。第二个是卵巢囊肿的时候，浊音不呈现移动性，它不会移动，非移动性的。第三个就著名的叫 Ruler Pressing Test，齿牙实验，这个是咱们学腹部检查时候很知名的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可能考试不一定涉猎到，涉猎到也没毛病，这是咱们很敏感的一个知识。也就是当病人仰卧时候，一个横齿横置于腹壁上，医生两手把齿子下压，横着压着，如果卵巢囊肿的话，腹部动脉的波动，因为它这个囊肿是个实质的一个器官，它能够把力量传上来，能觉得腹壁疼疼，它在跳，所以能压到波动的是囊肿。如果是腹腔积液的话，它的水不会传声音，它不是个实质器官，这个腹直动脉的波动在水里边就给分散了，压力在水里边传导，没有方向性，它不会往上顶，不像这个，这是个你还一个拳头放在一个动脉上，动脉一跳顶到我拳头的硬，你要是一泡水的话它软，你弹不到。齿压实验 Ruler Pressing Test， 这是极其重要的一个中专学一个标志性的一个词儿，所以这是作为老师说，你这么大一个学科，这么厚的一本教材，你想一下把什么都背会，那不可能，也没必要。这里边在腹水这主要学一个专业术语叫移动性还是非移动性浊音，就像水肿那学一个是凹陷性的还是非凹陷性的，举一两个例子就学明白了。这个就是刚才咱们看这个示意图，这个示意图应该 B 站应该能通过吧，我记得吓得我不敢弄图，我在中间停。要是卵巢囊肿的话，它这个浊音区在中间，把水顶到头，肠管顶周围去了。如果是腹水的话，它应该是浊音区是这样一个分布，水往低处流。对了，上面是你胃空泡区呀，这些
古阴区长广，水在底下，所以水在上面是被底下顶上来的，正常应该水在底下，可以这样说，这个扶墙基业这个图是正常天经地义的，水往低处流，这个南方南部这个地方就大逆不道，水给跑到房顶去了，这是什么鬼？这是就这个意思，听过就好了，翻过去。那么接着往下走，还有这个叩诊，还有肋肌角的叩痛，这主要拿来查肾脏，说肾区叩痛阳性，叩痛阳性，神于肾炎。右手握拳，由轻到中等的力量，不敢大，力量大谁也受不了，轻轻的扣一扣，哎，怎么样？稍微使一点劲儿，正常是肋肌角处应该是没有叩痛的。当有肾小球肾炎、肾盂肾炎、肾结石、肾结核、肾周围炎的时候，它会有肾区叩痛阳性。所以试想，这也是咱们有时候鉴别一下，到底肾盂肾炎还是膀胱炎，看看肾区有没有叩痛，这样来鉴别的。第六条还有膀胱叩诊，这临床有时候也很实用。到膀胱的触诊摸不到，那人胖呀或者其他原因，可以用叩诊来判断膀胱膨胀的程度。那么叩诊在耻骨联合上方进行，通常由上往下，由骨阴转为浊阴，它里边有水了，浊阴的。膀胱空虚的时候，耻骨联合上方有肠管存在，叩诊成骨阴，叩不到膀胱。所以能叩到在耻骨联合上能叩到浊阴的话，首先考虑是膀胱里面病人难受，要处理，我把肚子憋得难受。它和这个刚才看软肠囊肿，那是长期慢性发作的，肚子胀，但是它不会这种冲尿的这种憋胀，它完全临床过程不一样。当膀胱内有尿液充盈的时候，耻骨上方叩诊呈现一个圆形的浊阴区。女性在妊娠时候子宫增大，子宫肌瘤或刚才看软肠囊肿，在该区叩诊也可以浊阴，这个其实应该还是比较好鉴别，一问怀孕了。排尿或导尿会在复查，浊阴区如果变成骨阴了，就是尿储留所致的。如果你完了以后还在，那当然就是再问一问，做个超声看是不是妊娠了，不知道，或者子宫肌瘤比较大，软肠囊肿比较大，这都好鉴别，排尿以后查查就知道了。腹腔积液时，耻骨上方叩诊也可以浊阴区，但此区的弧形上缘凹向脐部，而膀胱长大是骨向，所以一个是往上鼓，一个往下凹，就还是刚才这个小图，一个往下凹，一个往上鼓，是你看这个软肠囊肿顶起来的，那个是什么？膀胱里边的积液、积尿把它顶起来的，所以你看这个骨阴区是往下凹的还是往上顶的，这样把它就判断了。大概以上部分是腹部体格检查第四节有关叩诊，所以上面讲了一下听诊和叩诊话题。那么腹部的体格检查重点内容肯定是在第五节的触诊，所以写的最后英文这个小作文喜欢说 the last one but not important one， 最后一个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一个。最后一个往往是叫老鼠拉木先，大头在后面，所以越往后面走越重要，这样咱们下一节课专门讲一下腹部的触诊。下节课见。